1500块现金红包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可以试试能不能来个一发入魂。刚才已经出了一个海鲜大餐了。谢谢孙悟空蓝脸汉，飞翔老子纯洁喵的昵称。你让我打他呀？行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你是没完了？过分了啊！一直追我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如果出了满汉全席是2500，海鲜大餐500啊！先学个抠。一斗咱不打了，没事，你往我这边走。我是不是丢了个炮车呀？我炮车是不是没了？感谢孙悟空蓝莲汉。还有1分钟开奖了啊！这艾克怎么还是死了呢？去左边插个眼儿吧。感谢 AAK。兵线给他卡着，再不走他要死。拜拜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随时也得死。给我推一波。谢谢抹的感情的抽奖机器。Open boat。这就 open 了，不会吧？我还没发力呢。
别啊，600不是那么很划算，差了一点点，兵线是赚的，就是钱儿不赚了。旁边小兵要多一点，刚才能打死，小兵太少了。小兵少，我们的二段 Q 刷新的有点慢，他的 Q 8秒钟洗地。他点盐了，是啊，他点盐了，他点盐，我亏300块钱。来射我来，啊，好射！操，奇亚马特摁慢了，我吃个药，走位。救命！啊！漂亮兄弟，来我一口！哎！啊！哎呀！快跑！兄弟们，交给你们了，我不行了。这饼干不能卖，卖了也买不着东西。这波勾引的还可以啊、哦，艾克死没？艾克没死，一换一 ，nice。其实那边就不应该跟他换好了，我们现在一打二应该没问题，这波上凯隐的野区找他一波，哎呀大龙被干了，死了应该，这锤石还不走，行。有意思，他感受到我的下路了，居然！小亏吧，回家了。刚这波其实赖我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没有去支援他们，奥编码过去了，我没去，以导致俺们家吧就没打过。正常刚才把他们家下路杀了，其实是能打过的，就打龙穴位有点慢了。上一波不怪队友。下路死了，去下路看看啊。
AD 死了，除非他随时没走有灯，他能不死以外，他没有办法不死。我有红，那没办法，他有灯。哎，他们这个撤退的好快哟、哦！是中路哪地方有眼儿吗？还是打信号了？没有眼儿啊！我这一看呢，我走到这儿他们就走了，我都扫了，没有眼儿啊！上路帮他，省得他死了，让他知道我到了。这奥边马挺烦的，杀不了啊，给他们点压力。给孩子吓坏了，这波锤子没在，往下走来，给他们点压力来。这也太难了，这锤石也太他妈难杀了，这下路能打过他吗？行吧，打了个四换四还可以接受，我们已经三项了。跑得太慢了，这奥比亚马跟这凯隐跑得都太快了，我这追不上。打了一波四换四还行，也没有路亏。这波我们可以小龙了，把小龙拿了。这怎么又死了呢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一换四你也没办法，那辅助没有用啊。没得用。
他们家辅助比我们家辅助厉害，那你这咋整？人家锤石给我的压力跟这秦女给对面的压力根本上就不一样，要控没控，要肉不肉的，你说要打断也没打断，也没见个放个大。把下路塔拆了，加血也不行事，这干哈呢？这这怎么膨胀起来了？开始等个大招，打波团。布甲还攻击力。就先把这锤石杀了，把这打了来，让他把大放了，可以。假装往下走了，其实我们就站在这儿啊，堵着这个奥边嘛。哎呦，全是残血，我的天哪！这阿卡丽没死啊，我的天哪！护臂。他装备有点好，他出的护臂没打动。不行，我们现在打不了团了，我发现这团战根本就打不过，得等卡萨丁装备，等他卡萨丁装备吧，他装备太烂了。还行，我们拿了两条小龙，等死完之后我再打吧。我不交大杀不了那锤石，我没有控制，我们家我不控制他，那艾克根本就大不住他，那艾克E都跟不上去。刚才他们家左边那个奥比亚马都扫人的，我们家都没打过，都扫人，他们家扫一个人，左边他都不用干哈，他就随便打一打，收割收割，这把就能赢。哎呦我操！无尽。他能杀九个，我是真是服了。去不了。他打我两个暴击我就死，
换一，可以，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了，他们家没技能了。嗯，哎呦，这凯隐伤害。还行，小黄毛还行。哇，这凯隐伤害这么高，把我秒了。打掉你也没办法。就对面的阵容啊，就纯就是坨狗屎，真的就是一坨狗屎，就对面这个阵容，他们家要能赢那属实也是没办法，五个脆皮儿，但是打不死人，人家家就一个锤石，我撑死我就杀一个，没办法。亏肯定不亏，他一千块钱呢。哎呦我天哪，他能到一千块钱。咱能不能有点作用，稍微来点作用行不行，别整的一点作用也没有，拿出你这分段的实力行不行，这条龙也给了，没事，不打了，等卡萨丁十六。哎，他要十六，我估计还得个十分钟。一塔没掉，拆了。行，蓝盾。切过去。
这把先出个蓝盾，减减对面的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。我要能开一波好团，我们家也能赢。我开波团，然后顺便把他们家那奥编码一杀，也可以赢。先杀锤石，脱节了。麦克大没放，我都不明白这波到底怎么输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波怎么输的呢？我看一眼，到底最后这波是怎么输的？追锤石去了，为啥一开始不追呀？